大晚上呢，上哪儿去了？啊，我出去遛个弯儿。穿着睡衣去遛弯儿啊？哎呀，我这楼道里边有点闷，我出去透透气儿去。那跟谁打电话呢？没打电话。乔卫东，乔卫东，乔卫东，非让我跟他通个电话。 跟他那个小女朋友小妹儿闹着不痛快，我安抚安抚她，劝劝她。他那小女朋友是挺让人不痛快的，不痛快就分，干嘛还留着过年了？这不能怪人小妹儿老师，是乔卫东。小妹儿呢想嫁给乔卫东，乔卫东呢乔卫东又不想娶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那还不简单吗？乔卫东不管怎么样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，是吧？当年他这个疑似婚内出轨。 跟宋老师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或多或少对婚姻有那么点恐惧感。而且呢，好像啊，好像他对宋老师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依恋和怀念。不会吧？他还惦记宋茜呢？怎么不会啊？我跟你说，男人啊，男人属于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男人属于喜新不厌旧，见异不思迁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 哦，原来你是这么理解男人的。不是我这么理解，都这么理解。哦，那你给我分析分析女的呢？女的就不一样了，女的属于有了新欢，立即忘了旧爱，哎，就原来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，爱上一个渣男，全体公司员工从上到下就劝他，怎么劝都劝不回。你说你千万不能离婚，那男的是个渣男，听不进去，非要离，跟那渣男就走了。你看，男人和女人在这事上是绝对是泾渭分明，观念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啊，你看这乔卫东。 谈过这么几次恋爱，是吧？他对那个前任都不错，和平分手。只要那女的没有再谈恋爱或者是嫁人什么的，他都跟人保持联系，逢年过节的还给人发个红包啊，请人吃个饭啊，叙叙旧啊，回忆回忆当年的过去啊，是吧？但都挺好。更何况啊，宋老师是乔卫东的初恋，他绝对是终生难忘。 我承认说的有点多啊，你是不是还在怀念你的初恋啊？嗯。 你想听实话吗？你说呢？好，我对我的初恋永生难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初恋就是你。少过来这套！你说，孩子在这儿。我不管，你说你是不是还在惦记你的初恋啊？想你的前任呢？ 是不是天天给他们发红包？我这财务状况你还不了解，我哪有红包啊？我啥时候我身无分文啊？我给你发誓，我跟你讲，我保证，我跟以前的任何吧，就是反正以前呢，我都没有任何联系了。这么说吧，虽然啊，你不是我的起跑线，但你肯定是我的终点站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给我听清楚了啊！你可是我的初恋，你要是敢像乔登那样对不起我，老娘绝不放过你。 哎，捞起来！哎，捞起来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温度有点高，但是应该是炎症问题。那这个血压还是挺正常的，淤青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。嗯，但是你的体质属于比较敏感的，所以你会有一些术后反应。但是你要是有一些头晕呀、胸闷呀，还有一些腹部不适的话，你直接按铃就行了。嗯，我们就在外面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哎。 哎，护士，我想再问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做第二次穿刺手术啊？应该这周之内吧，但是具体时间还得等我们科里排了以后才能给您回复。不过您先安心静养吧，我们这边如果排的比较靠后的话，会让您先回家的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 阿姨，您做手术了吗？
我担心的不是阿姨，是朋友。多想拥有一个小树洞，悄悄地吐露成长的烦恼和美梦。每刻都靠右，侧抱着枕头睡个够，不问枝头有谁在想。阿姨，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没来得及给您安利这首歌，这首歌虽然也不算新了吧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听了之后心里暖暖的，所以您一个人在医院就让这首歌陪着您吧。无论过客或是朋友，还来不及盼你就已经长大，多遗憾还没实现小小梦想就已被现实打发，还来不及遇上被爱的一半，不然梦在伤的伤歌呢？嗯，正好啊，给你炖了个红枣燕窝，趁热喝了啊！谢谢妈妈。你这一边听歌一边做作业，不分心啊？嗯，这首歌真的挺好听的，我放给你听。好听吗？嗯，还行。那这样，你就干脆趁热先把这个喝了啊，一边听歌一边喝，喝完了抓紧时间做题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抓紧啊！还来不及盼你就已经长大，多勇敢，还没。实现小小梦想依然在心中荡漾，还来不及告别，你喜欢就好。期中考试过去十天了，天变得越来越冷，北京的暖气也终于来了，但是高考也越来越近了。书香雅苑的一个个小窗里，灯火经常彻夜长明，这是这个小区的常态，也是全部高三学生和家长们的常态。老纪呢，在表情包那件事之后，跟儿子关系缓和了，至少他们能在一个屋子里待着，老纪心里一定很开心。我们家凡凡对我失业的反应还是让我既惊喜又欣慰的，他是个小皮猴，但这件事儿让我相信他心里有谱，所以我决定背着童文杰支持他艺考了。虽然我心里也没底，而且离艺考只有两个月不到了，但孩子有梦想，我觉得就该支持，万一实现了呢？宋茜和乔卫东都在用各自认为对的方式关心着英子。在我和老乔每周一歌的时候，老乔跟我说，
在他见不着英子的时候，就在家里阳台上用他送英子的天文望远镜看。我说这行为可不好，整个一偷窥狂，当心宋谦报警抓你小子。他说不管，英子就是他的天，他不能没有英子。我相信对宋倩来说更是这样，但他们的爱对于孩子来说究竟是爱还是压力呢？你今儿是不是要上瑜伽课去啊？嗯。什么时候走啊？马上。还是跟宋倩？嗯。中午回来吃饭吗？对啊。哎，你怎么问这么多问题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哈。我关心你啊。什么叫问这么多问题啊？我作为一个家政服务人员，我得了解你的 schedule， 我得服务保障得做到位啊。啊，回来吃啊。啊，给我个机会是吧？嗯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去超市多买点菜。那你就好好练啊，等你练成了以后，你就教教我，让我减减肚子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正好这个油烟机啊，这太窄了，这擦里边油怎么擦够不着啊？笨死了，这不是这么弄的。怎么弄这是？帅峰这导烟板是能拆下来的，你看。哦。嗯，喷点洗涤灵就行了。你过来这儿，还有这个集油盒在这儿。这不方便。在这下边，你看看。哦，在这儿呢，它。啊，给洗了就得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沟油啊！啊，这样我中午给你来个地沟油水煮鱼怎么样？啊，你敢做，我就敢吃。行嘞。啊，麻烦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妈妈走了啊。啊，好，嗯。走了啊。好。拜拜。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搞定一个。不去啊，表哥，你别老张罗让我去王一迪他们家给他补课了。怎么着，你还不想啊？人家是女孩，我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这不是第一次去了。主要我之前去他们家给他补课的时候，他妈总是旁听，然后还要指导两句，结果最后他说的知识点全都是错的。哦，这样啊，看你吧。主要是人上次都给你200块钱红包了，你不去不好吧？对吧？那给，那我去吧，去啊。哎，笨死了我！哟，怎么了？落东西了？我到楼下。我给宋倩发个信息，我说你出发没有？嗯，宋倩跟我说我们不是为了躲小梦吗？嗯，调时间了。哎呦，你说这小梦啊，害得我们讨厌。得了，跟家练吧，衣服都换了。小姨，小姨夫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等会儿。啊，去哪儿去？啊，我给王一迪补课去。怎么又给他补课呀？哦，王一迪妈妈说的。说怕他光顾着弄艺考了，把文化课落下了。不去，没时间。哎，他妈想的倒挺周到的，这如意算盘打的，他女儿两头都不落，浪费你的时间，给他补课干嘛呀？嗯，小姨，其实没事，我给他补课是以老师的角度来补，思路能更清晰，我也能再巩固巩固，挺好的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想去吗？就是因为他喜欢王一迪。你拉倒吧，滚一边去，没你什么事儿。行，不许去啊，回去。谁啊？我文杰。哎，磊儿。文杰。哎，迪迪妈妈，我们来了。迪迪。哎，我一想啊，干嘛还要磊儿去我们家呢？干脆我带迪迪来你们家补习不挺好吗？是。嗯，哎，我们来不影响你们吧？啊，不影响。哎，来给你带点水果。哎呦，啊。磊儿，辛苦了啊！一会儿阿姨再给你发个大红包啊！哦，哎，别，孩子互相帮助应该的，不发红包啊！
必须得发，孩子付出劳动了。哎呀，就可惜那个微信红包有上限，要不然我给发个大的。哎，快点，你进来啊！啊，好好。白白，你也可以旁听的 啊！把椅子给他们，椅子给他们。对对，坐这坐这，好好的，认真点啊！哎，真没见过。谢谢。你要真想给的话，微信转账就不行了吗？不用微信转账，那红包你发俩俩就四百，你发仨仨就六百，你可以一直发，发一万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好，行啊，我不打扰你们啊。他不知道这个。呀，来我了。呀，这么专业的瑜伽垫子呀！你们还在家里练瑜伽呀？啊，我，你，啊，对，我正好最近想学瑜伽呢。啊，哦，我其实我刚练没多久，我也从来没教过人，我刚练没多久。没事儿，你练，我在旁边看着。文杰，你今天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好好好，好，那我教你一些简单的啊。哎，啊，太好了。对，你就一个垫儿啊？啊，对啊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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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站中间，我站边上就行了。那你把鞋脱了。哦，好嘞。你学过吗？一点都没学。哦，你一点都没学过呀？哎，那先别受伤了，先抻抻筋。哎，行，你怎么做我怎么做。好，这个。爸，这要是把机关算尽，祸不单行，咱怎么糊口脱险啊？你就别瞎使成语了。不是，那咱还去不去小叔那儿啊？去啊，肯定得去啊！爸爸都答应你了，都约好了呀。这样一会儿爸爸呢就，爸爸就说去超市，你就说你要，到同学那儿问功课什么的，找个理由跟妈妈请个假，好吧？行行行，得了，你先去，我断后。你断什么后？你那有爸爸有斗争经验吗？你断后，但是妈她断了你的后路。这样啊，一会儿呢我来断后，然后我给你打助攻，走吧。行行行，走走。那个妈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去啊？哦，我去同学家练练英语听力。家里不可以吗？干嘛要出去啊？就是啊，你这跟家不能学习，还跑外边学习去。对，不如去。啊，这次呢，十二月份不是有第一次英语考试吗？这次是机考，同学家正好有那机器，我去练一下。方一凡，你少来这套！我跟你讲，我也不知道你干嘛去，找同学玩游戏吧。这样，别出去了，跟家爸陪你玩两把吃鸡，好不好？你有病啊！他难得积极主动要求学习一下，你还打消他积极性，吃什么鸡啊？要吃自己吃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到同学那儿去。得，那我去了啊。啊，行行，那去去吧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啊，好好学啊。嗯，你擦什么玻璃呀？你别弄这些了，赶紧去超市去买点菜去。不是，我先把屋子收拾完，跟家待会儿，不着急的。不是我着什么急，是孩子一会儿回来吃饭啊。我那油烟机还没收拾完呢。我收拾吧，你去吧啊。这非逼着我现在出门，行行，那我就去吧。我今儿我好好逛逛，看有什么好东西啊。嗯，行，就这样啊。嗯，文杰，哟。然后呢？我都把你忘了。来来来，小猫，昨天我也给你道歉了，你就别不依不饶了啊！咱俩以后不许提分手的事儿。哎，咱可说了啊，这芳儿一会儿来了，你对人态度好点啊。你这人真的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怎么就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啊？这不刚给你买一包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这半年你就给我买过一个包，对吧？嗯。可是我上个月还给你买了三双袜子、两条内裤呢。而且我哪次来你这儿不是大包小包的买一堆东西？这都成年人了，这干什么呀？你是什么买袜子、买内裤的？这翻这小肠干什么？你先说的。二水，我跟你说啊，方圆那十几年哥们了，人家来了，求到你头上了。你给个面子啊！我来了不就是给你面子了吗？哎，你不知道，那个童文杰上次怼我怼的有多难看。哎，你过来。那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？童文杰不来，孩子他妈今天不来，行了吧？放心了啊。
我放心不了，就你这老窝都被你前妻扒了两回了，而且每次我都是受害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事儿可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啊！我纯是来帮忙的，可千万别惹我一身腥。哎呀，这都过去的事了，你提他干什么呀？没辙，我这人触景生情。你少吃点那坚果吧。我现在吃点坚果你都不让了？不是说不行，就是说让你少吃点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你给你女儿买的，对吗？你嫌我吃了她的零食，对吧？哎呀，你这都想哪儿去了？真是不可救药了。每日坚果，每天一包，补脑。你这一天都吃十几包了，你要补成什么样啊你？六包。你就够聪明的了，还补呢？回头把我卖了，我还得给你点钱去呢。你算了吧。哎，这红的特别好吃，你尝一尝。那也不是坚果啊。你就来吧，综合的。我不吃，那血糖高，我那甜的。还有这题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道题你看已知 ，z 等于二倍的 x 加 y 分之 a 方减二 xy。这已知。听我家弟弟说，你又不让一凡参加艺考了。哎呀，方一凡就不是这块料，唱歌跳舞都上不了台面，考什么呀？他不像你们家弟弟，准备的比较充分，是吧？说来就来，都有模有样的，他不行。哎，是，这个天赋的确很重要。是，我家弟弟啊，幸亏随我了，五官长得好看。哎，最关键的，他有悟性。你知道我小的时候，我经常拍挂历上饼干桶，啊，是吗？所以他考上几率大一些。哦，我当时同意方一凡考，也是因为方一凡一本肯定没戏，二本吧我们觉着也悬，他这个艺考比较便宜，哦，不是，艺考就是分数比较低，想让他试试，毕竟将来出来毕业是个什么文学学士吧，我听说啊。但是呢，我也给他算了一下，他喜欢的这个音乐剧专业招收的名额太少了，一年好像才招一个班，一个班才15个人，还不是每个艺术院校都有这个专业，所以算下来能考取的几率就几乎是零，算了，不考了。所以文杰，你这思路有的时候有问题啊！我跟你讲，就算你考上了，你为什么干这个？你还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吗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电视上你看那些能叫上名的小演员，那好多人都是从7、8岁就开始演戏，人现在才14、15岁。我们家迪迪现在出道那就算晚的。那你干嘛还让他考啊？我刚不说呢，还是得分人嘛。我家迪迪虽然晚，可他条件好啊，他这算老天爷赏饭吃，知道吗？我要是不让他干这行，那我都对不起他，我真的我都对不起老天爷。你们家凡凡吧，他像你白，长得也算有特点。我现在要是准备开始艺考，的确是有点晚。但晚归晚，你要是都不让他考，那概率更低，概率等于零。哎呀，那你说？凡凡，我是让他考还是不让他考啊？各有利弊。算了，不考了，都已经定了，不想了。哎呀！来，快进来，进来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来，快，佳怡好。不是，这叫姐姐吧？这太年轻了。也行。佳姐姐。行，来把鞋换了，哎，不用换了。啊，对，好。哎，你叫姐姐，你应该叫我啥？大爷还是舅舅？你大爷！你怎么什么便宜都占呢？不，什么？一会儿你陪我上超市去。我靠！我不去，我还要看房子跳舞呢。你以后有的是机会看他跳舞、唱歌啥的。我跟同学说我是从一会儿去超市，你别他回空手回去穿帮露馅了吗？就你事儿多。行，感觉跟他套套词儿，我给你拿水去啊。哎，小梦，哎。
那个，谢谢啊，今天这帮着反给看看。那个那什么，给你道个歉啊，这之前文杰这个挺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这是说太见外了，这都过去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这童文杰他脾气不好，性子比较急，就搭上孩子事儿又着急，而且他跟那个宋老师是老朋友，是吧？习惯性的站队站他那边。英子他也是看着长大的。哎呀，行了，道歉的事儿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就说正事儿。小孟，凡凡啊，你必须帮啊，你给这把把关，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这块料。要是行呢，方圆就让他艺考。要是不行呢，就不折腾了啊，不费这劲了。凡凡，我听说你想考音乐剧。哎，对。啊，那之前学过舞蹈吗？完全没学过。啊，没关系。那你要不然给我们表演一段，你跳个舞。哎，你给阿姨跳一段，姐姐跳一段。这跳什么呀？跳什么都行，你先给我唱段歌，再给我跳个舞，反正或者你边唱边跳，反正形式你自己选。啊，那我稍微准备一下行吗？不用准备，别紧张，你上来就来，这又不是考试。来吧，跳吧。那什么，咱俩先上超市去。我不去，我还等着看凡凡跳舞呢。咱俩在这，他在变着。我们上超市去。对，好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叔叔，去，你们办你们的事儿。我你在这，在这我反而有点。你让他这样放松点。对，这么大孩子了，你好好表现啊，小妹儿，谢谢啊。我一会儿我就回来接他。走，走，赶紧。你先跳。是，我得把这地儿腾一下。我给你弄好。地儿不够，没事。我自己来。这样，咱俩搭把手往这边。一二三。你呀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哪壶没开我提了。两壶都不开。你提完童文杰，提宋茜，这俩人他都不愿意听。你说我好不容易把他哄好了，你可别给我找事儿了。我这给你帮忙，我想着仨人之前不吵了一架吗？我就替他们俩，就跟小莫老师道个歉，给你帮忙嘛。这，我跟你讲，小莫，我觉得这姑娘挺好，是不是？您这之前跟童文杰这吵一架，一说是方一凡的事儿，人也挺上心的，挺热情的呀。我对小莫不好吗？你，我跟你讲，你摸着良心说啊，你看看你乔卫东，跟小莫，啊，长得漂亮。是不是？啊，年纪比你轻不少，啊，瑜伽老师，教课随随便便一个月弄个万八千的，好，人家一天到晚还赶着找你，你还老吊着人家，你这属于渣男啊！我渣什么渣？我条件很不错，万千身家，相貌堂堂，身体健康，啊，境界虽然没那么高，但还说得过去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啊，那是各取所需，没有谁配不上谁的。你这配都配上了，那赶紧抓紧呗。配是配得上啊，可不配套啊。你像你啊，你和童文杰，你们俩性格南辕北辙，对吧？嗯。一个强，一个弱，啊，一个脾气暴，一个弹性大。童文杰呢遇事冲动，你呢还没遇事呢，先把策略想好了。你们俩这叫互补型夫妻，哎，在一起很合拍，很幸福。嗯，我们俩这幸福还是挺幸福的。你像人老纪两口子啊，虽然不熟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俩是属于非常像的那种。哎，老纪呢，人家呢比较随和啊，刘静呢，人家呢比较贤惠，比较温柔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人也很好，也很幸福。行啊，乔一东啊，观察得够细致的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合适的两个人在一起啊。你总是能想象到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幸福画面的。哎，那你想象我跟童文杰我们俩在一块儿时候，那是一什么画面呢？你们俩就腻歪呗。老纪两口子一起看看书，一起看看电视。我跟宋茜呢，就是宋茜骂我，不管怎么着都有画面。但我跟小梦在一起就想象不到画面。你和小梦，那画面我倒是能想象出来。嗯。双人瑜伽啊！哎，想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呦，你说你跟小梦这画面你都想象不出来，那你当初干嘛追人家？当初不是喜欢吗？嗯。可是啊，日子过长了，咱就说他不是吃喝拉撒那点事儿。我虽然是个大俗人啊，不只是诗和远方，但总得俩人有点共同语言嘛，啊，有点聊的东西吧。你看我跟宋茜，我们俩是大学同学，哎。我们俩在一起，那是很有共同语言的。哎，你这三句话不离宋老师，怎么你对宋老师还有点意思啊？有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他那臭脾气也不改。
不过摸着良心说啊，我不是没想过呀、跟小梦结婚。可是我这一想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说我这突然间重新买票上车，不行，越想啊，这心里越慌，越有点后怕。哎，乔东，我给你做一个假设啊，我只是假设啊，就如果你当初下去那车，是吧？就你下去那车，咔嚓咔嚓咔嚓，他又倒回来了，是吧？他又倒进来之后，你会不会再上车呢？车倒回来了，哎，不可能，你这假设不成立。就假装是真的倒车，哎，宋老师，宋老师啊，真巧哈、你买菜啊？哎，我这一人逛超市觉得无聊，我就拉老乔陪着我。我陪冯瑶。对，他陪我。你不用跟我回吧。文杰呢？在家呀？啊，在家呢。啊、我去买个洗衣液去。啊，好，再见，宋老师。哎，好。看什么看呀？你还用这个呢？我用这个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不错啊，你确定你没学过？我真没学过，这段舞蹈都是我昨天晚上现在网上找随便扒随便学的。那你太厉害了。那个阿姨啊，不，姐，那个我认真的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以我现在这样一个程度去参加艺考，可以吗？实话实说啊，你是有天赋的，你看你的乐感啊和节奏感都非常好，但是你的柔韧度差一点，因为你之前没有学过。但没关系，这个可以是后天练的，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嘛。你现在给我唱首歌吧。那我就唱我平时听的歌。对对对。银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三三两两。哎，我就跟你说啊，再后来我就狠的知道，再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就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早上一睁眼，哇塞，马桶盖立马换了一个全自动喷水的，接了电，人往那儿一站，哎，它自动就上去了，人一走又盖上了，滋儿它就冲水了。我的天哪、我早上几点起的？我想想啊，那天我起来，哇塞，挺早的，9:30，哎，人家马桶盖都换好了，工人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还是在乎我，说明他还是能做到。哎，文姐，怎么着啊？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这完事儿了，咱们到底还出不出去了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管你是多大的领导，我管你在外面挣多少钱，哎，你从进了我家这门起，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那个人谁呀？我。谢谢。我听个微信哈。啊，你听听。哎，文姐，怎么着啊？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这完事儿了，咱们到底还出不出去了？宋倩啊。哎，宋倩，那个迪迪妈妈在我这儿跟我聊天呢。你说，那怎么着啊？要不然也到饭点了，你收拾收拾，咱一块吃饭去啊。前提还是他到底在不在乎你啊？关键就是在不在乎孩子，在不在乎这个家，我们家的。要不然也到饭点了，你收拾收拾，咱一块吃饭去啊。你去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那我收拾一下，我换身衣服。我就下楼啊。
去吧，去吧，去。啊，那不好意思哈。嗯，没。那个，我跟宋倩吃个饭。你快去，你去，我陪孩子们就行了。行行，你甭管。你要是喝水，哎，我知道，我这刚才都是我自己倒的。嗯，你放心吧，甭管我了。嗯，我换个衣服啊。嗯，忙你的啊。来，进来。哎，门关了。没事。哎，方一凡呢？走了。走了？那行了，别说了，明白了。孩子不是这块料，别费这劲了啊。哦，你别瞎说，他说什么怕他妈发现。啊，对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跟他妈说来这儿。对，你不知道，你们家孩子特别有天赋，我觉得可以走艺考这条路。是不是啊？真的呀。太好了，哎，那小猫，你给他辅导辅导呗。我不行，我这都多少年没跳了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我有一个大学同学，现在在舞蹈学院当老师，特别好，每年都送好多艺考生。哎，行，那你帮我联系联系，好吧？啊，谢谢啊，小猫。哎，别客气。那成，那我也先回去了，我也怕他妈妈发现，好吧？儿子，刚才不是冲上那学？嗯，好吧，那我走了，再见，小猫啊。哎，拜拜。门。啊，好。关上了。说什么呢？男人之间的语言你听不懂。哎，给你买的三只松鼠。哎，我觉得那凡凡特别可爱啊。我觉得方圆也挺好的、啊、怎么就他妈、啊、算了算了，你的朋友。我觉得啊，嗯，我觉得我还是得搬回来，我觉得多跟他们走动走动。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行，那回头再商量商量啊。你吃吧，来，吃吧，不爱吃了。一跟你说这事儿就特扫兴。你还吃什么？我都吃六袋了，才吃。哎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你这微信可真救了我了。哎呀，你也救了我。你猜我今天下了班去超市，说买两包卫生巾，碰见谁了？碰见谁呀、啊？王伟东。啊、哦，谢谢啊。一见我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你猜问我什么？他不会问你。你怎么还没绝经呢？就是啊，真的，你是嘴欠不欠？气死我了！不，乔卫东我意料之中了，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哎，王一弟妈找你干嘛呀？哟，别说了，这女的可真会算计，什么便宜都要占。她女儿不是要参加艺考吗？啊，可是她又担心她女儿文化课耽误了，所以让磊儿给她女儿辅导文化课。给钱吗？给了一个红包，200块，俩小时。俩小时200啊？啊！现在随便找个大学生，一个小时200，磊儿的学习能力不比大学生差。可不是嘛，还浪费磊儿时间，我不同意。可是，哎，不说了。你知道他怎么跟磊儿说吗？嗯，他说：“这个阿姨呀，哎，要多给你点，可是这红包只有200块，上限200，要不然阿姨多发你一点。”我心想，你直接转账不就行了？给俩红包不就完了吗？方圆也是这么说的呀。真做得出，太机智了。你好，请问现在可以点餐了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我点那个青咖喱这个蔬菜饭吧。好，你给我来一个烤三文鱼沙拉。好啊，谢谢。哎，先不说他妈，这王一迪真的长得挺好看的，大眼睛高鼻梁，大高个儿，又会唱歌又会跳舞。对，哎，你别看他妈咋咋呼呼，说话跟机关枪似的，怎么调养一个女儿调养得这么好啊？就是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，反正就知道咱也不一定学得来。她老公做什么的呀？哎，她先生是开公司的，而且是上市公司。哇塞，嗯，你别看人这样子啊，特听老婆话，妻管严。哦，真的啊？嗯，我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巨蟹座的。巨蟹座是妻管严吗？不是说特顾家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哪像你这摩羯座呀，工作狂，真是把你搁在家里，我看你也坐不住。工作狂有什么用？现在工作也没弄好，孩子也没弄好，你看看人家要什么有什么。嗯，人有资本拼啊，拼老公，拼孩子，拼自己。我呢，拼命呗，那拼了命也没好结果呀。你看我们家英子这成绩，英子可以了，可以什么呀？从第二名一下滑到了这20多名，快30名了。是啊，我说怎么弄的呀？我这是一个劲儿检讨我自己，那肯定有他的问题哈，但我觉得肯定也有我的问题啊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凶了？你那不叫凶，你那叫凶，我叫什么了？你对英子最多就是高标准严要求，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就严。那我对方一凡呢？
连打带骂，连踹带吼的，就这么凶还没用，还不成器。你那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又不当真的，打打闹闹的。我觉得方一凡性格多好啊。哎，你看咱都看着别人家孩子好，那你说孩子们是不是也看着别人家父母好啊？那肯定的呀。小的时候我们老觉着别人家的父母好，拿别人家的父母跟咱自己父母互相比，现在我们为人父母了，又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好了，你说是不是挺没劲的？是挺没劲的。哎，对了，我那天看见英子和刘静在楼道口手拉着手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呢，亲亲热热的。我知道，肯定是让他给他当儿媳妇呢。后来回来问他一下，英子说就是给吉安送卷子去了，然后刘静好像特别感谢他。特别巧，我早上啊正好去他们家，他们家不是暖气不热吗？我说带物业去给他放放气儿，他也是拉着我，夸了半天英子这好那好，说他们家要是有英子这女儿就好了。我这回来想，这英子还挺招人喜欢哈。那当然，看你也喜欢，啊刘静也喜欢，都那么抢着喜欢她，那你说英子，是不是心里面也觉得刘静挺好的，想刘静当他妈呀？你有病吧？你是不是觉得谁都要跟你抢英子？刘静的醋你也吃、啊？不是不是，哎呀，我自己也挺喜欢刘静的呀，人家领导夫人都有气质呀，温文尔雅的。哎，要是我能跟她，是不是综合综合就好了？综合什么呀？英子，快起来。没什么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你快点。谢谢桃子，麻烦你了。小事儿，这有啥的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放你表箱上去吧。别提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呢干了一件巨蠢无比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我妈之前不是一直对我爱答不理的吗？然后她昨天过来找我，跟我说了一大堆交心的话，还跟我道了歉。结果我脑子一抽筋儿，就全部都说出来了。你呀，你个脑袋！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脑袋一热就都给说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之前还让你们帮我保密，就自己先给说出来了。那你这个冬临的事儿怎么办？现在等到截止日期到了，我再交表吧，再看吧。那也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从高处俯冲，这路摇晃唤醒我的阵容，乘风踏浪，哪怕昨日孤独迷茫，执着前方，像野马般拖着是寂寞中的长空，若一望无涯，你的笑却灿烂如夏，年少时的话全都实现了吗？时间是最好的回答，勇敢吧。